三二一，谁讲话？哎呀，你要讲出来，重点有了，啊，哎呀，太多杂音了，外面太多杂音了啦，讲太多了啦，陈哥来。我想画得真好，真清楚，真是清楚。反正就把孔雀、鲶鱼都先排除在外，这一看就是划龙舟，厉害了，厉害，他想得出来划龙舟。你还没打屁股，这会不会是两分钟？我给你看20分钟啊，大家先坐坐，帮你给他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这似乎是在云端上面的一只凤凰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在云上面的一只凤凰，那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呢？你觉得他在干嘛？凤凰，他又像凤凰，又像鸡，又像鸭，他应该是一只禽类。他在期待什么？他在期待什么？他在期待交配。他正在期待你最真的爱。在活泼，我的脸。活泼。看着你看我讲，这我可以多讲一点。我在活泼。那我自闭一点好不好？好。认真看。他在哪里？真的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水面上游走啊！哎，他上面到底画的是什么呢？是他的羽毛还是他的蛋蛋呢？蛋蛋长在头上，然后身上，长在身上，在背上。他蛋蛋的忧伤被你看出来了。蛋蛋的忧伤。敢讲话？不要讲话哦！不可以这个样子。蛋蛋的忧伤。还有一分钟哦。这如果是一个禽类，凤，凤，一飞冲天啊！鸟。浴火凤凰怎么会变妥善？你怎么看成妥善？妥善，对呀，请问是哪里没有？是哪里像妥善？前面的有，我不懂哪里像妥善。前面有鲶鱼，前面有鲶鱼，有前面的有，鲶鱼什么都有，被这一只吃掉，合体，这是一个四格漫画，他们合体啊，所以他吃饱准备回家了，还有四格漫画，哎呦，那不好猜嘞，来给你看第一个，好吧？真的假的？来，第一个给他看。看这个吗？来，对，知道了啦。哎呦，哦，你知道了对不对？很清楚嘛。哦，十，这是一只蛇，对，这是一条蛇，对，它缠这个什么？是，有没有？蛇缠着，这是莲蓬，蛇灿莲花。哎，好厉害，哥好聪明。真厉害，很会猜，对不对？那请来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再给你第二道。它是蛇缠绕着莲花，你是蜗牛长满了瘤，是怎么搞的？蛇，你这是蜗牛长菜花又不一样。那你前面有长过，你不知道蜗牛长菜花，你也怎么知道长这样子哈？它这边变凤凰了，这个是。准备康复出院了。啊，对啦，哦，蛇灿莲花，但是因为他看到第一个，所以恭喜答错了。我讲对了，我让你看第一个，你就知道你会了。你看最后一个已经是不会了，我知道。弃权啊？对，你看的时候就弃权。弃权才看，就十格了，对，演牌了，演牌，没关系的，好玩，好不好？还有，还有，算他们对，没关系。开心就好，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心就好。天才的这个大来宾，对不对？但出题大来宾总是有一定的水准之上。对对 对, 對，要不然这单元就不会出现了。不能随便找，你看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录啊？都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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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够资格。一个月大概就一两次。是是是是，来，马上欢迎我们的天才大来宾，欢迎欧力友。欧力友来，大家开心了、啊。不但会唱，而且呢又很现在，哎，以前不觉得他好笑、啊，对啊，哇，后来越来越皮啊，越来越好笑。以前一直认为欧力友是一个歌手，对，后来慢慢谐星，对，他是个谐星的屌丝。人家说近朱他是者赤，近朱他是者赤，对对对，近朱者赤，坏啊，好坏，哎哎，你看我不一样，我是看到猪就吃啊，不一样，近朱就吃。好了，来，一开始我们来看看第一首歌。歌名是，哎呦，哇，周杰伦的《青
花瓷，棋牌代表。青花瓷，谁？这好难哦。这个我来。今天的歌单都是由我们的欧丽友自己开出来，前提起立。好听的歌曲，周杰伦作曲，方文山作词。今天欧丽友唱《青花瓷》，今天不要比周杰伦好，想都想不到啊！来哦。那白花间的酒越来越晚滴，你陌生的弱冠诗却惦记着你。你隐藏在腰梢里千年的秘密，记起你犹如绣花针落地。帘外芭蕉惹骤雨，门环惹痛雨，而我路过那江南，笑着惹了你。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陌生深处背影去。来喽，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彩屏的书海里淌进草的表里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你看了结局，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下一句，关头他早白云买回比较便宜，而且还送自拍 DVD。 OK， 这样好吗？便宜的啦，为什么？罐头塔它有50%-70%啊，90%的啊。为什么我找你比较便宜？不见得啊。不，开玩笑，你又不是厂商，是源头。我们有学历厂商嘛？哦，学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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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学历的，台大吗？是啊，有学历厂商，学历厂商。我想要哦，有异业结盟就对了。对了，一定有。哦，你除了买塔位，也有罐头塔，对对了。哎，罐头塔是一般告别式在用的啦，摆在外面，这个实用。实用哈，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这家属回去吃平安嘛。两个人来剪刀石头布，来剪刀石头布，你要先切后接。我先，我有自信。你有自信？对，自信。我应该记得，不只有鸡排，因为刚刚好像有出现过。好，来上一句，哎呦，来请唱，预备起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请接。在平地书海里唱唱什么歌？在平地书海里放浅草的飘逸，什么伏笔啊？他会紧张，我再唱一次让他听一下。为什么？你人怎么那么好？都是舍不得。你来找对象的，不是？不是，就是说，因为哦，因为他刚加入演艺圈不久。他刚加入演艺圈，哇，你 follow 的很紧啊！他刚加入鸡排嘛，鸡排啊，对对对，他住士林啊。是是是，我再唱一次哈，给你听哈。皮了，皮了，狼来讲，来个，来个爱心啦！哦，好嘞，前一句请接，不然我不要为了他嘛，我用叶几田嘛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弄一下，他如果接得起来就。哦，你从天青色，然后用叶几田哦，一百叶几田唱青花瓷哦，来用一百七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对对对，这样有比较好。在平地，哎，不能。陈哥也会耶。来，请接。反通。哦，我第二句有点忘记了。你这样唱，他才接不下去。我第二句漏掉了。天青色很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那我可以先用得力先吗？炊烟袅袅升起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快。隔江千万里。来。五秒，加油，鸡排妹，鸡排，北方浅草的飘逸，在平地，而我未遇，我遇见你伏笔，我有点接不起来了。Oh my god！ 就差那四个字，就差那四个字，快点来，三，就怎么样？不讲话，什么？
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，应该对了吧？确定？确定？确定歌词？对，请公布。真的注定好的就是注定是你们在一起的，恭喜答对了。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差点就挂。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的，老天保佑。就当我为你去，请回座。来，马上我们来看下一首歌，第二首。编辑来啊！编辑啊 ！Only You。编辑还是谁？还有谁会？不会，我没有人会。不会，没有吗？试试看。没有。我站上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台妹，台妹，加油，加油，阿嘎，阿嘎，阿嘎，你唔去海角七啊，你来这边冲啥？来，准备啦，老师，起哦，跟起哦，阿婆，听起来，呵。不知我等我伫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打湿阮衫裤。一阵风，只是好运的心境加坚强，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多苦楚。阮选着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到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阮命不是天注定，请准备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青春。下一句，有讲伊要去找西音娘，煞不知西音娘。哇！这个是谁出的？没有，这个是谁出的？没有没有，启禀大人，启禀大人，太龌龊，他没有骂脏话，这个理由我知道。哦，这在《铁丝玉玲珑启示录》启示录启示启启示录啦，启示。有记载啊，启示录啊，当年呢，十二生肖去比赛的时候，就万寿狮王狮子本来也要去的，但是他妈妈生病了，所以不能去，所以他们比完赛，一比完赛，牛就说啦，哎，那我们一起去看塞的妈妈好了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啊，舅萌姐哦，塞一米啊，叫什么米啊？所以才有这个故事哦，狮子妈妈就狮子他妈妈的塞一米，对他没有骂脏话的意思，对了，对了。Oh, 我们以为是牛，你好，我们以为牛啊，牛被狮子欺负了，是那个要去找狮子他妈妈告状，对，赛一年，赛一年就对，赛一年是叫什么名啊？刚刚 Q 了，我老了吹赛一年，赛一年，赛一年就破杯啊，哎呀，超难干破例啊，赛一年在北一啊，在北一啊，哎，赛一年，我松口，啊，基本喜欢，两位准备猜拳，来猜拳，猜拳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。好不好意思，白云哥，我赢你了。先接后接，没有关系，你尽量赢我吧。下流，下流，下流！他剪刀石头布赢我不对吗？小妹妹，你这个样子，小妹妹呢？他真的猜赢我吗？我没说错吗？你冷静，麻烦打出来好不好？先接后接，垃圾！我先接好了，先接的。哎，前面是前面是。前一句歌词，请看。只要用心来打拼。一定唱出阮的名。紧接。坚定的心，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哎呦，哎呦，很像，很像。请你爱记着阮的名，请你爱记着阮的名。请你得记着阮阿娘。请你爱记着阮阿娘。要甲乱呐，要甲乱呐。请你爱记也行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，给点我们好了。请你会记着阮的名，对，确定歌词，是吗？记，确定，确定，请公布，确定吗？答，恭喜答，
对了。请回座，一比一平手啊！白云哥，非常好听。好，下一首歌曲，赶快来，铁趁热，歌名叫做《什么歌》？哎呦，你冷的像风。哇哇哇！我冷的像风。冷的像风，张学友的。我在听这歌啊，来谁？哇哇！好吧，那邓辉哥。来，音乐起下。你丑的像鬼。加油！像风，爱恨都匆匆，留只是感动，离开也从容。冰与火相遇，注定没结果。醒得早也好，反正都是空。夜长梦多，容易有想回头的冲动。日以继夜，我为你不自由。心被偷走，你却不肯收，让他独自冷风中越冷越脆弱。睡哦睡哦，我的心被偷走，却被你遗落。等我想要寻找，又找不到线索。你狂的像风，爱恨都匆匆。留只是感动，离开也从容。请准备。命运好像已注定没结果，醒得早也好，反正都是空。下一句。哪一个来口？靠近你的是哆啦 A 梦。另外一面还有那部。我不相信，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奶哥几十年不为人知的小酷酷超爆笑癖好，待会直播讲给你听。天才冲冲与掌声打来喽！记下媒体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